还是内欧拉相信自己的熟练度。不是，永恩凭什么能打奎桑奇啊？打龙就跟他们干，中路有线权的，卡莎也来了，怕什么，干一闪。那边那个瑞尔，这瑞尔还在送一闪，可以，两个没血了，帮我们打龙了，没问题，帮我们打龙，谢谢老板。微微六级，第一个大招，先来上路给点压力。这里瑞尔也就五级，这老是给我们打资源吗？这里动先锋又给我们打，来了，直接逮，逮到，吴瑞尔在旁边呢，死，直接秒杀没问题，一血。没用，两个五级的要干嘛？要干嘛到底 ？Q 闪撞你，很来劲，二打四。但是这里抬两个啊，小虎有点远，闪现推两个没问题，再撞过去微微，我靠，怎么全有闪啊？完蛋了，这波闪现太多了呀！来月流轻松，一个人在塔下没有支援的感觉好像跑不掉啊，还要交一个闪现。哦，还好人都给到诺，给下路压力，我们也给你上路压力，那没问题的呀。神话装了，哎，这里诺不想用哦，霞死了呀，这波霞有点拖大了，还要交死亡闪。奈特杀两个，诺没闪的，这波刘七松的机会找得非常完美。装什么？我大脸你不叫大，装什么？直接打回来一波。这谁真的很肉啊，走在前面基本是无敌的存在。来了刘七松的大招 ，CD 还差一点。这么狂吗？德善，没死，没死，这里小龙团微博间还能拿第三条，德善这里走前面去啊，龙拿了赶紧走，龙拿了赶紧走，刘青松打了三个，减速了一个，赶紧走。刘青松没事，卖一个拿三龙没问题。下路要包谁？没人的，赶紧跑，小虎。这两波怎么说？他确实很肉，但是这两波被五个人集火就显得没那么肉了。小虎没踢的，感觉回不去啊！完了，他也送不掉，可能。而且这里这样子死很亏啊，沙皇。给到了一个诺的人头，诺在后面的 Q 闪，抬两个，有闪也得死。哎呦，这哦，微微，我操，微微的这一手位给我打昏过。下季赛常规赛，哥们玩个西威尔，名场面就有他的位一手 ，Q 闪接耳。现在打团是不好打的，哎呦，这个针眼很到位啊，我、哦、这个假眼很到位啊。卡布斯还想往上走骗一下，但是没想到有眼看到的，否则真偷掉了给你。那这里就打到底了，打德筛的 TP， 打德筛 TP 要把你杀光，德筛踢过来 ，G2 硬打大龙很来劲啊，还要吃吗？行。空血了，到底要干嘛？喂喂喂喂喂，到底在干嘛？金条，啥也得死，没用，都得死。大龙也是微波机的，金条已经是逼上绝路了吗？石林开了，这波感觉打之前送完呢。这条龙，金条是放弃中二塔，直接来吃。现在打团能干嘛？这永恩放个大招都放不出来，一波团战感觉。刘青松走前面来打我呀！一个大又大到霞，霞进化没了。哎呦，刘娜的大招放的好准啊！
这里德赛跟永恩单挑，永恩打不过，装备差距大的。瑞尔硬来吃这条小龙，吃不了。刘俊松死了，没关系，永恩空大，小虎收掉永恩。这边发条也被切了，一个侠孤独凯瑞没用 ，Q 闪撞到了，又是微微，结束了，微微先秒发条再斩侠。这守卫能够这么 carry 吗？小虎，小虎戳，小虎戳，小虎，哎，刘俊宗想闪现 Q， 小虎被秒，永恩打了两只，刘俊宗感觉也能倒，不过奈德军的输出是无敌的，一直在输出，什么情况？我这样子走脸上来把小虎打不就起来了？这波大龙可能要掉，但是微微还在，16级的微微，伊瑞尔敢打这个大龙吗？卡莎还有大招的，但是能量不太够了。德赛在前面跟这个诺 battle 来 battle 去，先打德赛一套吗？没用，微微，大龙掉了，永恩有一手金身，击中卡普斯也得倒，死了，奈德还在拉扯，奈德有大招，但没蓝，倒钩两个。汉斯三妈完了，卡莎倒了，喂，快跑！德赛有赏金的闪现 W， 用位移躲掉，还有闪，那么多闪吗？打完一波团战 ，Q 下来喂，有踢的有踢吗？小虎踢了，小虎牛，小虎空大 ，WQ 冲，还好，为什么这个诺？把自己回城打断掉了，先 Q 一下这个远古巨龙，微微站在前面没春哥了，小心一点。这里落一个，也发现了魏的位置，正面这个位置感觉微波机很好啊，五个人弄的，那怕什么？先秒你瑞尔，你看这个侠大招还不用，最后用闪出来了，永恩空大，小虎有金身的没用，奈德受完奈特。有闪，但是没输出呀，走位也没扭掉，感觉不够了。这一套装备的卡莎没有持续伤害，高地也放远古巨龙的，远古巨龙还有40来秒，奇珠敢想一波啊，到底什么意思啊？本装小虎没闪的，小虎完了。哎，有闪还好，25秒，没有兵线。Red team's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. 10秒，守得住吧？闪现太赖了，完了，不多了。微微也没闪，这里正面没有输出啊。兵线没了，没兵线，小虎17秒，刘俊松一进去指出来，侠死了，德善微微，刘俊松，德善微微，刘俊松，德善微微，刘俊松 Q 闪回来，德善还在操作，德善守住了吗？永恩有输出，但小虎活了，小虎守住了这波，德善有踢的镜头给到了后面，让我踢德善直接秒，这里是小虎，没关系，提过去了要干嘛？双踢想偷家，打断了刘启松，我们的超级英雄刘启松，他打断到了这个永恩，否则一定被一波了。刘启松这个 Q 价值前进能反一波吗？60秒，但是这里微微为了刘永恩自己死了，刚是微微留的还是刘启松留的？应该是微微加刘启松一起，先是刘启松。没有踢的呀，干嘛啊卡普斯？哎，发条在干嘛？飞过去！哎，先走，拉扯一下，双 C 没输出的，装什么？哎，又不按大招，这个什么汉森萨玛，好大不了，汉森萨玛付出代价。
我要微微在空中被这个永恩而下来，闪现躲了小虎的大招，完犊子了，完了，没了，这永恩砍起来了，现在装备好的不得了。哇，这个侠士在第几层啊？他所有技能全吃不死，凭什么？不是，为什么这个侠所有技能全吃不死啊？这游戏有问题吧？GG了，太难受了呀，微博这盘输的，感觉很好的机会的，但是对面韧性十足，也是恭喜 G2。 哇，这盘输的挺难受的，只能说，不过 G2 实力确实是有的，真不是嘻嘻哈哈，虽然都很快乐，但是有一说一，实力是真的有。